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U 哈是这个 ，V 是这个 ，W 是这个，然后他说哈 ，W 跟 V 垂直的，那 W 如果跟 V 垂直的话，曲面积等于零，哦，这两个相乘就是2 x 哈乘以 x 加4啊，啊加多少 ？y 乘以 y 减一。啊，这个就是，这个就是 W 得的 V 嘛，取内积以后等于零。再来 U 跟 W 平行啊，好，这个跟这个平行嘛，所以分量要成比例，二 x 比一要等于 y 比一，也就二 x 哈，比一会等于 y 比一啊，所以二 x 等于 y 啊。那二 x 等于 y 的话哈，那我现在呢就把什么呢？把那个 2x 代掉好了， 2x 代掉的话，这是 y， 那这 x 的话是等于多少呢？二分之 y 哈，啊加4，应该把 x 代掉比较好，再加多少呢 ？y 平方减 y 等于零啊。好，那 y 不能等于零嘛 ？y 会不会等于零？好 ，y 有可能等于零。如果 y 等于零的话 ，x 就等于零，所以不合嘛，所以 y 不能等于零。y 不能等于零的话，我全部把它除以 y， 全部除以 y 以后就是剩下二分之 y， 再除以 y 以后就没有了，加四，再除以 y 的话，剩下一个 y 减一啊，等于零。那这样的话，这是二分之三 y 嘛，二分之三 y 哈，等于多少？四减一是三，移过去互三。那三约掉，所以 y 就等于多少 ？y 就等于负二。那 y 等于负二的话，哈 ，x 就等于负一 ，x 等于负一啊。那他现在问什么呢？问说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看看 A 选项啊。他说 x 等于一，这个不对。再我们看呢 B 选项。y 等于呢负二 ，y 等于负二这是对的。再我们看 C 选项 ，y 等于一，这个不对。再我们看 D 选项 ，x 等于负二，这也不对。所以对的只有 B， 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选 B。